心有一点灵气，咱是甲转转来，这是通的本性，咱的如来性。所以讲，我要讲的是清净这条灵魂，有的讲用莲花，咱台湾是讲用这个污泥啊出莲花，莲花是清净。但是咱咧讲的是雪白莲花，哦，就是规年冬天拢是雪冰啊，哦，爱五六年才会当生这个莲花或大丛，才会当用。这就是咱恢复灵性，一个人的心啊，这么自在，是咱以清界这个天意，啊，无话来讲顺落来。这条心神，这世人我要用的是家己的心，体会到我这条清净的心路，这才是咱讲的通天本性。咱家己这个心行出来，这个道理，拢是安静，先天本来就无啥呀。所以讲，达摩祖师讲个气象论，你慢慢讲，你即马修到倒一个先天啦。是咱无爱阻挡家己，内行个要讲内行开个啊。所以修持本来就无啥物物件，好甲咱挡个啊。啊，你无唔免阁提啥物物件，即个文字来甲你挡，你现住是即条通路。是咱顺甲一点灵气。是咱要恢复原来原状的，这就是通灵。咱现住时的记忆，你现住时这个心放得开阔，阁会当讲完足快各种。是咱以清界这个天意，金母娘娘伊要予咱达个，是咱要行的。正法这个途径，这就是咱通灵这个天意，根本也降落来这个知识，是咱恢复这条清净的天性，咱内定这尊心明，拢是安住啦。咱才有这个法啦，这么啊精通，不应该就是按讲到。母娘啊，甲咱诶，就敢若亲像天运行，这个地来配合，互咱这人甲万物伫只生长生活。所以讲，佛是活伫生活中，这就是咱讲出着清净诶天性。生活中，你身躯若好好，啊，搁条件有够，你过了就较幸福、较快乐。身体若歹，生活若阁不如意，阁去出苦力，啊食无，迄嘛是艰苦。所以讲，这个三宝是堪忍的，是足艰苦的。是咱用着这条灵性，是咱用的这呢啊清净，艰苦足侪，所以讲伊也足可爱。是咱行的青天理。是我要讲的顺心啦，真理的灵气，恢复顺咱的心性。今仔母娘甲我相通，无啥物障碍，啊，我嘛唔免啥物设定，这是先天的通法。所以讲，有诶讲灵山，走灵山的毋好，就是讲咱的心性爱掠会调啦。你爱甲母娘甲娃娃啦，啊！你若干伫咧外口扑扑收无，当然是毋好啊。你爱了解大家意思。今仔我接到的，就是要讲我现况的。我讲会落你来，这个道理是顺势的，照头安尼摆到尾，毋是乌白跳的，是咱一点清净的天。咱再来讲顺家，咱的心意呀、啊。
今仔一块片仔落起来，你就知影，有较差人无，有较赢人无，卖骄傲。刀啊，万底深坑，看无底啦。所以咱只有用着这个根基、根源，安尼慢慢仔来读，慢慢仔来转来做。是咱要学固定，可以当顺用。咱接到的信息是正法，这个灵性经过判断，我讲的安尼是事实，安尼是先天。咱所有接到的，啊，我来整理变后天。咱人甲人咧讲的，这个话语话语，是咱青天这点灵气，是咱转灵的那话转袂过来。你的时间上啊，无严谨啦，无严格，搁谨慎啦，所以讲你会定伫遐拍拳头啊，行来行去尔尔，迄几项啊步数，你袂晓善用嘛？是咱这点清楚的天界，今仔日咱要行的，是正的，正当然要靠假的啊，种种的排场。种种的动静来感化咱这颗心的完整，是咱恢复这条灵气。世间要行的是心灵，真理清界是顺道心，爱咱行的法，咱才有这么清楚的灵性。你这个心若行对中，你都无两边边啊，伫遐咧流啊，这边大，迄边细，这边好，迄边歹，跳开这个顶端，啊，你若落落来下面了哦，你就生万万法啦。是咱这点清楚的天性，上甲下，上无会爬起来，你就拢讲中央啊，无偏这边，无偏那边啊。安尼才会当倒转来，咱的原精、原散，这个三地，是我以这点清楚的天性心内底的元气，这是咱行的啦。有诶讲叫做法门啦，法门就是母娘甲咱教这种方法，咱会当进门。内行的嘛，爱看门道嘛；外行的爱看老眼嘛，看眼神啦，有无？射鸡啦，放炮啦，啊一挂扑扑跳的啦。不管是有做机无做机的啊，嘛是扑扑跳。有请一挂咱讲的美女有无？迄嘛是咧跳。是咱这点灵性的天界。今仔我要讲的是虚空。空无完全拢空，伊会生物件，风火雷电魂伫内底，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气，转过着瞬间，这个天，风火雷电一来是无明的啊，伊无甲你通知啊，所以我甲初当下去武当山，阮过天门的时阵，头两分有无？就迄个风火雷电拢来啊，来头啊，伫个半点钟有无？起起起起，哎，就拢会一挂树啊，啊一挂路就拢炸咧啊，有无？失电啊！所以咱是要离开着即马即个风火雷电越严重，所以咱即条灵爱修，修到倒来，咱的源头，吼、哦。爬起来，咱即马咧讲的，这个虚空倒转个真空，而如来，咱讲的做天性原性，这是咱讲的灵源灵气。因为风火雷电是太极天啦，吼，咱是为普极天来的。显露是正法心，行出来现世灵。因为我讲的是要大家知影讲，我咧讲的意思。我即马接到这个气氛、气味，这个道味，道味本无味啊！
无味啊，伊才会当了解整个的来源、来料变化，因咱目睭无色的，所以讲看出来这色水啊，咱每一个人这个肉眼拢无色，看出来这色水才大家会讲，哪有色看出来都无讲，是咱以这点青天的真意，咱耳仔同款嘛是无声。我即摆咧讲出来有声，啊，你就感觉好歹话有无？伫你即摆即个语气的气氛内底、气味内底，你就听我现主持这个丹田的气啊，这个神的威严啊。啊，我讲神威严，伊这个真心就灌伫遮哩。旁边啊，一来，伊嘛知知知啊。所以，咱的严格，咱的庄严，就是大家会当肃静，会当聆听天地啊、天父、地庙啊，伊所有的来了，要讲讲信息啦，啊，有诶讲做能量场，安尼你才会当听到真好诶，这个天籁。咱要请神来用八音啊，好无？南管、北管啊。还佫唱个迄个神的歌，永夜残啊，嘿啊，用转丹田的力。用到咱的心神的气，所以讲，若内行的伊就知啦。啊，外行的你会当学看卖啊咧。虽然安尼一滴滴啊，相信你要练爱头二十年啦，才有这种功力啦。还佫足认真的哦，是咱以这点灵气要讲破修行这条路啦，咱家己的心啊。你的自然自在，正天五出天法界，转眼清净无元神，是咱一条清清楚楚的心。咱也是元灵，这个天意，金宝也甲咱讲顺咱的心理啊。这是咱应落来现世天性。阿母啊，爱讲的这么安静，上苍伊的天性爱咱显落来这么顺。我阿母啊，这点理再来讲清净，咱的本性。我有元天这条灵气，再使讲着顺驾咱的心理。这是咱通灵这个天界。金宝啊，伊讲的清净自在，就是咱今麦咧讲这个所在，咧甲咱点嘛，咧提醒咱的精神嘛，要让咱有这个气氛嘛，你才会当行出着原来无味这个味道嘛。这是种种的法无唔对，但是我现主持是灵感嘛，哦，我的灵，我的觉性有无？伊会当受着母娘伊的营养分啊。这就是我恢复正天的真相。本来我就是这么清净，这么自在啊。凡世间有无？我暂时捌的这些物件，好歹我拢甲刷伫边啊。因为我即马是咧讲道理嘛，这个时阵、这个时间嘛，所以讲我爱伫遮立正。咱人就讲创立嘛，建立嘛，所以讲我要调正。代表对母娘嘛，有一种真大的这个重托，我才会当做得起。所以讲，我尽量做，做好标准，因为我咧讲道，爱规身躯的力，我坐咧极无力啊。哦，我爱借地气啊，爱借阿丹啊，服我落来这自信啊，搁我身躯的循环啊，叫做五行。但我做事的五性论，
是咱以这点青天的灵气，我也是天地的循环，这才是大自然的力量，大自然的绿草资料啊，是咱顺着灵源的灵气，转过着清净，咱的本性，咱世间讲人甲神爱合作伙。但是这是接的，你现主席这个度数，每一个拢会接。但是我要将着这个心帮我开阔，我要照着金宝啊，这条真路安尼来行，这就是我这一生要做佛教的，我真正要行，让伊会清楚的、清气想的，袂阁有。世间的物件来甲我染污，有遐油垢啦，有遐无好的记忆啦，啊染到我现主持这个脾气啦，啊我的习性有无更加重？我要慢慢啊减轻啦，哦，较早的歹习性，我慢慢啊要减轻，啊这才是修正嘛，这才是修改嘛，这才是反省嘛。真理的灵性显露来清净的本性，咱人有较急性的，啊有诶有较温顺的、较慢性的。种急性的，若看到工课侪有好，伊就真正毋知讲要为安怎做去有无？头脑就乱乱乱啊，迄个性就夹起来。啊，若较慢性的有无？伊就慢慢仔来浸。啊，种。近性的、甲慢性的，到尾也拢同款，拢出咱现主时的心转啦，会认真去做，啊，咱的成绩单就真正有迄个数字啦。咱大家拢修行，拢咧补分数嘛，甲考试同款啊。这就是咱讲的通天顺这个灵性。今仔咱在室内嘛同款，咱室外嘛同款。出来，咱就是要考胆识，考你的排场，考你的风度，考你平常时的训练。所以讲，你若无胆，你咧讲就憋出，讲较袂自在。所以讲，咱爱接练、接看、接听、接做，做到咱不管什么所在，阿莫咱这个身躯。这条灵脱出去，你嘛同款，有你家己的判断，有你家己的温暖，啊，这才是美好嘛，美满嘛，足幸福个啊！现主时，咱就要静甲够啊，唔是要等未来，哦，什么咧善财良女啊来娶咯，观音佛祖来娶咯，阿弥陀佛要娶位西方去咯，天意也无分东西啊啦，要到西方。只有这个日头甲月亮咧做主尔尔，这就是咱即卖讲有形有形，伊这个现象伊会垂象，就讲伊挂伫半空中，像咱咧挂衫咧，挂伫半这个涂骹顶，互伊晒干。这就是咱转啊，这个物件有诶，咱看有诶形体形象，咱要照着安尼，伊等下。在虚空中、半空中啊吼，这就是咱要讲的，咱现主是歹挂在半空中伫遮害嘛，哦，总爱有家己一个判断嘛，哦，安尼才是清楚嘛。每一个判断无同啊，但是我只是讲我即马我的感觉，我个人接到的资讯，啊，这才会当讲通嘛，通就是你只要把它收起来嘛。啊，要用咱就好用嘛，是咱以这点灵魂的灵性，要来讲到通灵，咱的顺驾，一条会当清楚这个天意，是老母啊，甲你讲这个心理心内底，咱这个经济，经济有诶讲叫做仁慈啦、仁慈啦，因为咱一个仁有无，就是一个人。佫有天地伫遐，所以讲天人地就是伫遐，迄就是一个
咱连主席咧讲诶，一个单卦，是咱以这点清楚诶天意，咱爱来讲顺驾咱诶心，加入啊，这个过程啊，现主席诶记忆啊，是咱要来用，用到阿母啊生出来，这个自然诶物件，我要互伊安尼会当通畅，会通顺出来，畅通嘛。这才是我讲的灵性啊！咱不要有塞车嘛，不要有耽误着嘛。所以讲，这只船就是安尼行嘛。这台火车自古到今嘛无停的，就是安尼驶嘛。现咱一点灵觉界恢复清净，咱的心，因为我讲的要直接为每一个人的心内底，这个船跟火车。在咱这个心内底，才流动，才流通。这才是咱咧讲的天元本性嘛。咱的流转现实心境，是原始这点灵气，是咱见到完全，啊无啊这条心，真理悟来出天意，心灵造化现天意。灵源现世顺着境，拍通原来脑心，真理而成天界，发射清净无心。阿母啊，伊咧淡然，伊个希望，心真酸啊！实在，咱只个灵力啊，大家怎修，哪会拢修无清啊？静袂落来啦，你这个气无饱啦，你这个脑神有无？意识神啊，难做伙啦，复杂啦，杂质啦，真法的灵性，顺落来清净，这是咱的愿现世，现落清净为天意。心明教化落灵气，母啊，伊只有讲这个气尔，你气若饱有无？你才会当正观甲反观，看头前，甚至于转身看家己，啊，你才会清楚啦。一块片啊，你就知影讲你生做啥物模样啊，比如你就知啊。啊，你要进步无？你要改善无？迄是一个机会嘛，迄是一个咱讲的讲排场嘛、道场嘛、临时的起段嘛。现路是正法界，落了清净归心来，真元天意是灵天果，心灵转甲上天道，灵元有咱无让伊。清净复古心，真灵是天法界，虚空是现在。咱爱是上苍一点气，金宝啊落灵，咱的心理恢复清界一点灵性，教醒咱落家一条灵魂，真元现世定咱命。教咱转的是天性，真理奉献青天来，得咱无娘正信，是咱顺家的天意，是咱这粒果顺时，天来顺天理，我爱众生合顺天，是咱顺家的灵性，是我。无量清净，天开是愿天来，道门是救咱心，恢复才是咱的天界，徛正中央才是咱的现代。心灵复苏是天意，照咱清界是顺利，灵天灵性是归天愿。无形转，这是咱的心行。心嘛，行嘛好，
健全嘛好，你即马咧学嘛好，但是咱就是爱原来这个清净的电波啊，人讲是尊严能量啊，是咱清界一点灵气，是咱见到阮千年的顺意啊，天元灵家度咱灵，转咱气中合心静，这是咱道界天意。转咱归元无心的，现咱清净则是天意，度咱归元则是见天的。真元真理是无天界，落了清净则是心在在。奉着母娘这点灵气，我来到此定心，照着清界咱的天意，悟出着先天咱的心理，度咱清净这点界，现咱转的则是天性，予咱落界则是天命。天要予咱这个命安尼做，咱一定爱做健全做甲到，是咱灵元灵天啦，是咱做定现代。真元天意是出天理，我来到无形正落神，照体灵元落天界，清净教化心自在，是咱元始这点意，是咱落家见天，青天本源落天台，灵元出家现在。有咱这条正天性，有咱金宝下天庭，灵元道家是天意，满满金光是助力。爱咱有这条清天性，爱咱有个人心安静。真法是咱的天元，天文是咱的灵性，经过是咱的天灵。我有这条清净的天界，是母娘时常甲我劝化。我有这点灵魂的灵性，接受我的清净，真元是天意。阿母阿来讲，则是顺利，予我有遮尼啊清净的心灵。真理是咱道家，显露是咱的本性。带有咱老母这条元灵，是咱一条正法界，是咱持着清净咱的本心。真理五来出天果，清净合正上天座。天有灵元灵气，我坐中央变化心，是咱元始合天理，是咱修正这条心气。这是阿母啊，你甲我连声，和我讲出着这个天音，我才有这条灵魂的灵性，归我这个心的发声，是咱会当照着咱现主时的心意，度咱现主时的众生，咱的歹脾气。我爱是这条清楚的天意，母娘会甲我顾条条。伊咧甲我修正，所以讲我一定爱立准来接受母娘的训练教化。真理则是天官，天然老母则是心团。真法现世是灵气，做定则是咱的心理。我爱是青天这点心，来教咱的心稳定。天元老母娘伊，我爱行做伙，才是先天性。这是咱清净中，阿母啊爱我这个心，会当拍开现场的，安尼才会当照着母娘伊的心性，这个意思，伫遮咧讲，伫遮咧传，伫遮咧运作，是咱青天露天。是咱清净元心，无形恢复正法果，
灵感产生上天道，灵源啊看得来，奉着母娘正法在在。今咱知也好，知嘛知，你无知你就未知。啊，你若会知，你就将着母娘一点一滴，无去互漏去的，无去互变形去的，你当场安尼发声。这就是咱咧讲的直通啦，直指咱的天心嘛。真愿是天灵台，罗家是现世界，行出着天愿一点意，落来凡间做起啊。母娘也甲咱同款，所以伊真正这个意志力有无？落来甲咱修炼条条啊，伊毋是永远拢伫天堂啊。伊是关心咱众生这条灵命啊，灵源灵性，真理是天灵来，大道是方会知。咱有这条青天的本意，带有咱的灵观道灵，现来青天是顺意，徛正无相无地。这个地嘛是母娘的心肝窟啦，所以母娘伊要让咱倒转去这个天地，就是咱的妖地，就是咱清净这个所在。你无挂碍，未生烦恼，未高高甜，遐忧愁的代志，是咱青天落灵界，是咱见母心的在，看咱清净这点意。老母啊，落家顺咱的心理，青天老正法界，西王母娘上天台，灵源灵性归咱愿，道灵教化心转，天来转灵本天国，大法定灵现天道，灵源灵性归天理。甲咱转灵归天去啊！这是咱上平静。到尾咱只有讲天这个主气尔，就是元气，是咱这条青天的本性，是咱来教化我家己的心，这是咱转化的灵性，照着天空无量的灵。是咱来到正天阁，是咱放开先天道。灵伊要咱讲清楚，咱则袂伫半空中伫咧海讲咒，真无步退无路啊！是咱这条灵源灵天阁，是咱顺甲心的在，无留伊的灵天阁。我只有尽我家己的心啊，献咱一条正法界，人生无量正信啊，是咱清天一点意，是咱老家无量事，上苍爱我顶落来，真理出家现在了，是咱一条清净的天意。是咱佛愿这个灵气，天大灵山到天阁，清净正法上天道，灵源灵性归天明，转咱合家心如清，真愿天意是我得来，洗净一点去天台，天愿有咱的灵性。今母啊，有我的真心，我爱是清净的天意，搁再予我顺道转来这条灵气，拢是现代心，你才看会清楚。今咱爱是直通，咱这个脑神的电波，上苍伊爱咱会一明，这世人咱来做端正。真愿一天开，落灵顺来，这是咱天灵本性，
嘛是咱一条清净，恁元老遮天界，显露清净则是自在。有咱一条正天愿，有咱老母心吞，显露是正法界，老母啊则是心如来，真理显来定如来。清净五在心头，我爱清家这点心，发射原来无净，天来悟出正天性，人缘合住降天庭，人缘灵性归天意，普照整个咱的天，人缘灵感度咱灵，感化世间咱观灵。现来自成咱的天理呀，打通我罗家这个灵机呀，天来开元顺天性，叫醒法界降天灵，无形恢复是天意呀，咱来教化顺命，青天的灵性，我只有来行现主席的心境，有咱一条正法界。咱再来讲，现主是心来，带予咱一条正法的灵气。咱只有行正法的天路。今日我要讲的是心灵的原来。咱坐定现在，修咱这条青天的教，发挥咱的本性。这是咱照着天意，在世间咱叫做复原心。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是咱倒转来无形这个心内底，拢是增加咱的灵性。一世人我才会当用心，转过着我现主持的你。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性，每一条，这是咱清楚的脑神。在世间呐，我要行互伊顺家。咱咧咧讲迄个造句啦，造句啊，讲做符啊，这个前应啦，是我今麦要讲的天意，我要抓条条，敢那像囡仔，伊若咧兴奋的时阵，两只手哦，咩条条安尼啊，真兴奋安尼啊，真有力，是咱行出着清净，是咱母娘予我心灵。转咱天元这点意，见咱老母这条心啊，天元本意是灵天来，转咱气中合心意，导咱一条清法界，显露金宝正神在，灵元灵性是天意，弘了清果无娘事，天来开元转路性，大地奉献金宝灵。转咱气中合天理，条条灵光顺天意，灵元灵性现世界，教化心中灵台，度化一条正天理，伴咱永远顺天意。好啊！
哎呀啦哦啊咿耶哩嘿哩呼耶哩嘿哩哦耶哦耶哎呀哦哎呀哦啊咿耶哩嘿哩哦啊咿耶嘿哩哦啊咿耶哩哦哦耶哩嘿哩哦咿耶哩嘿哩哦咿耶哎呀哎呀哦啊咿耶哩啊啊哦啊咿耶哩哦啊咿耶。哇啊啊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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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